是大家，我是玲玲，我是妈咪，欢迎来到玲玲开箱去，玲玲开箱去，嗯，好，来三二一，喂，好，这个呢是加工生物的便当袋，餐袋，有两种款式，红色和黄色。然后呢，有瘦子图案和猫咪图案。我的是开箱，我的是粉红色，我的是黄色。我要介绍我自己的。看，这是碗的。来，炒面清洁。哎，煮好手吧。这个呢是角落生物的餐袋，还有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买的手帕。角落生物的。手帕有三条，我们先开这个手帕，我开了，这个是角落生物的手帕，有三种哦。大家看好，它不是一般普通的手帕哦，它这里还可以写你的名，它这里还可以写你的名字。它长这样，然后呢，它有三种款式，第一种。第二种，第三种，它这个呢不是一般的手帕，你以为它这是个标签吧？它虽然是标签的，不过它还可以写你的名字。OK， 接下来要开的是餐袋，它有两种款式，黄色和粉色，就只有这两种颜色。这个才是吃便当的，对，我的是饭团版，然后妹妹的是猫咪版。是我的角落生物都变猫咪了，白熊认输，好卡哇伊耶！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这个餐袋的结构，要先把这个摊开。好，它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小餐袋，它两边可以放水壶，然后呢，分别有两格，两格，然后是手提式的。接下来要介绍它的里面。先介绍哦，先介绍大格的部分。大格的部分没有什么那个分格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好介绍。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餐袋，跟我的，可是它后面还有以前的生美餐袋一样的。它以前这里还，它这里还有个呢，中格的，就是装图案的，装图案，那是只有书包才有。然后这小格的可以放一些小餐具啊，或者是卫生纸、面纸，都可以。现在桌子上长满角落生物。它总之就是一个这样的两格的餐袋，然后呢方便，只要有水壶。哦，要吃饭了，放。好，停了。然后呢，这啦啦啦啦啦。隔壁的都看傻眼了。它就是一个角落生物，这就是今天的开箱影片。总共呢有三条手帕，然后还有两个餐袋。我喜欢这条，这个是比较梦幻的。我喜欢这条。然后呢还有两种款式的餐袋。好，那我们的频道现在已经变成儿童频道，我们的留言还有结束画面的功能都已经被 YouTube 停掉了，所以以后都可能没办法留言，除非影片没有我们这两个可爱的东西，就可以留言。算片的点点我们的点点，然后星星念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三二一，三。
3、2、1，回头！啊，想到一号。3、2。